Next year，哈哈哈，明年，那只能是明年了。他问的是 CDM 啊，哦。特色搞笑，谢富没有先加。和3320的灯牌。希望钢铁意志还没有察觉到王我们插入爷，起飞的先道。Vitality is 产品，那个我看了。钢铁，啊，换图包了，我操！我们要完了。这个在这儿。怎么这几把的匹配感觉对面这么强呀？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犯错。无人侦察机正在争夺占领点，正在争夺占领点，敌人控制了占领点，正在争夺占领点。已确认占领点，守卫目标。炸弹手飞机正在待命。钢铁一直毫无人性，我们要完了。S O V Vitality C D S I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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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 奈 Q 奈 Q 奈 with I think Q 奈 with Edward。手雷出！你控制战场，卖出炸弹。我刚刚误判了，对。走。敌人控制了占领点。手雷，走。你控制占领点。哦，西汉收到敌方无人侦察机。钢铁一直毫无人性。注意，我们完了。无人侦察机。我刚刚误判了，这也不是我第一次。好闪，好闪！我去，他炸到我了！我们领先了，你控制占领点，正在争夺占领点。应该得，哎，能说我能说出来就不错了啊！还搁这挑我口音呢、啊？没听过。等一下。哇！正在争夺战怎么是个 XPR 呀、啊？我说钢铁一直毫无人性，我们要我。他说，他说我是，哦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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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my son。守卫目标。
遭到敌方无人侦察器。占领点失误，正在争夺占领点，正在失去占领点。手雷，破！正在争夺占领点。看来我刚刚误判了，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犯错。全队注意，我们探测到了敌方无人侦察机，守卫目标。探测到敌方无人侦察机。毫无人性，我要完了。我没炸过去。哇，斯诺伊斯，跟他妈王狗攀上关系了是吧？我们赢了，别大意，小心他们反扑。等我玩把游戏。刚刚我都没好好的玩游戏，我打一把之后再说好吧。谢千灵的灯牌。说到做到了，包的呀。相比于和我爱的人相对无言，也确认占领点，也许拼杀打斗还更容易一些。消灭。掩护。不是我让你们进白房了？有敌人。啊！我让你们进白房了，你们就进上白房了，开局直接四杀。我真厉害。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犯错。爬高塔喽！爬高塔了，如何呢，老弟？占领点是我们的了。谢陈赫的灯新灯卡。哎，高塔一战，我就是宇宙无敌、超级神秘无敌、牛逼帅气无敌、脚踏天的大帝，哥们儿。已确认占领点，守卫目标。你就在对岸，我的好吗？啊！这个人怎么没炸死他呀？钢铁一直毫无人性，我们要完了！炸弹小飞机，探测到友方空对地导弹。抬头看，你就控制了占领点。消灭！无人侦察机。我刚刚误判了，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犯错。钢铁一直毫无人性，我们要完了。我你妈逆的天了，哥们儿，怎么爬呀这里？
这里怎么爬呀、啊？看来我啊，这不是我第一次。他虚懦啊！快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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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进！别打我，求你的哥。嗯，你就是个弟弟。啊，蛮牛冲撞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求你了。架着无敌了，哥们，谁来谁死。三二一，出现。三啊！拿下。哎，谁来谁死。起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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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榴弹来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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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弹手可以急救站那边，空对地导弹准备就绪。嘿嘿嘿，刷复活，刷复活来喽！小飞机来喽！空对地来喽！友方空对地导弹发射，嘣！敌军人在里面，守卫目标。Hold on。等一下，这里会活人的，兄弟们，别急。武器来喽！不是这个人在干嘛呀？钢铁一直毫无人性，我们要完了！正在争夺占领点。我他喵的打死你！我方反侦察机被摧毁，你控制占领点。我方无人侦察机被摧毁。都藏进耳机，小丑榴弹。现在真是幸运，终于心若爱相喜欢你宝宝锁 MG42 吗？我喜欢，我喜欢锁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天我就站着，谁打死我叫他叫声爹啊！直播叫，来谁打死我叫他叫声爹。现在不算啊，现在没血了。真以为能让我叫爹呢？啊，这妈的，庄周给你做梦都做不到这种梦，你们懂这种概念吗？死吧你！啊，完了，我也死了。哎，北神医来给你说一下，北神医。职业选手上铁三都归不出来核弹吗？反省一下啊！你能发出来这种弹幕，你就去小黑屋直接反省一下吧，十七级好吗？猫，不错，我们打得很漂亮。你先反省反省。巨大声，整个车厢的人都在看我。啊，然后吧，然后那个女的就好像被我劝退了，她就继续搞穿帽啊，继续搞穿帽。希望钢铁意志还没有察觉到我。然后那个女的搞着搞着，她就问我还有几站下车，我就说两站，两站之后我就领着我和 CC 就先跑了嘛。然后穿帽也跟着我们下了车，然后那个女的居然还跟着我们，她说哎，那我也正好去超市买点东西，她就跟着我们一起下车了。完事了吧，我就在那和 CC 先上电梯了。上电梯的时候我就有点不耐烦了，川木的手机还在那个女的人的手里。看来我刚刚误判了、啊、这也不是我第一次。川木的那个手机还在那个女人的手里，我就有点不懂了，我就有点生气了，我就说我是傻逼，我有神经病，我眼睛都瞎了，你再这样我要打人了。我吼的贼他妈大声，我就一边上电梯，旁边还有安保人员，我吼的巨大声。然后川木好像就反应过来了，他就一把夺过自己的手机，跟着我们一起跑出站。然后出站了之后，我打了辆车，我们三个人直接走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就很离谱。看来我刚刚完事了吧？川木遇到这种事，川木还脸红了。我日！我都要破防了，川木脸红了。钢铁意志毫无人性，守卫目标。看来我刚刚误判了，探测到敌方无人侦察机。来，你虚我来。你控制占领点，你摧
钢铁一直毫无人性，敌人控制了占领点，我们要完了。你控制占领点，正在失去占领点。啊！看来我刚刚误判，遇到直接无视，不是我第一次。好，我遇到直接就不是无视了。敌方空对地导弹来袭，我遇到我会跟他好好说，我如果好好说他都不听的话，那我只能开炮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好好说，那个人不听了呀。钢铁一直毫无人性。我好好跟他心平气和的说，他不听啊，他非得。我都明确的拒绝他说他了，他说我神经病，我就只能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了。反正我又不要脸，他要不要脸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我不要脸。正在争夺占领点，敌人控制了占领点。你部署炸弹准备。是吧？正在失去占领点。手雷，走！全队注意，我们探测到了敌方无人侦察机。无所谓啊，我不要脸。你控制占领点。手雷，出！我经历过。守卫目标。守卫目标。敢爆穿梦黑掉，这把就真是我。敌方无人。没关系啊，我这叫输了游戏，赢了人生，这也不是吧，兄弟们？主播包给观众红逗得开开心心的，就你刚刚妈搁这绕切个圈套搁这绕是吧？是吧，兄弟们？开心吗？钢铁一直毫无人性，我们要完了。控制占领点，进攻当前热点。守卫目标。什么水平啊？你想知道怎么爬的？守卫目标就挺奇怪的，就跟敌方电击小车。反正就一下子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爬的。敌方空对地导弹来袭，落后。敌方电击小车已出动。炸弹小飞机正在待命。探测到敌方无人侦察机，正在争夺占领地。手雷，正在争夺占领点，敌人夺下了占领点，占领点是我的了。正在争夺占领点，敌人控制了占领点。你听那叹息的人言，我们要完了。注意，敌方炸弹小飞机即将来袭，敌人夺下了占领点。守卫目标。哇操，这怎么还有泰克五啊？看。这怎么还有泰克五呀？妈的！钢铁一直毫无人性，我们要完了。他们不说话了。我靠！逆天防守，我在哪里直播？我在你心里直播。这波复活没换吗？因为我没杀人啊，只有我一个人在杀人，为什么会换复活啊？
任务失败，下次我们一定能赢。废物，我勒个豆啊，真不是西西问题啊，西西一边跟你们抢瓜还能打成这样，哥们儿，这50-25, 10-25, 7-25让我怎么赢游戏呀、啊？啊，我还能拿101分纯靠我个人发挥吧，真不是我炮打的好啊。